透视表引用公式不能正确计算，怎么处理呢？比如这里透视表要用公式计算一月加二月的总数，可以发现像这样引用公式后出来的是 getPartData 函数，并且下拉公式后计算出来的结果是错误的。那么怎么将这个变成正常公式呢？看操作，只需鼠标定位在透视表里面，然后点击分析选项，取消勾选生成 getPartData， 然后再输入公式。这里可以发现已经正常显示单元格引用，下拉后计算结果也正确了。你学会了吗？